还有两球太想挖了。板还好啊，板也没输啊，板我4颗哎，只是我觉得木声音的效果太小了，木声音没什么作用，比较可惜一点。输地板就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有长音在。我在凡凡泡温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那两个双排怎么说？你是说对面还是我们的？刚刚那个初野、那个仙道跟老那个长英是双排的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防守没有到很好。接球上篮是只有一段吗？没有啊，有二啊，只是一段能吃，干嘛拉二段？就一段打那个长英不会盖啊，彭哦，不是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刚有一球，我觉得他能拿到的板，就他站在板点上，结果被长英秒走了，蛮可惜。又盖的啊，老哥！哇，这黑子打很大的全值得玩吗？看你个人想不想玩啊。你把它当另一款灌高在玩就好了，也可以啊。就是你可以不花钱去玩那个游戏啊，那游戏也蛮贵的，就是比想象中贵。跳啊！哭啊！这就接球二啊，接球上篮跟接球灌篮都是可以用看的吗？看那动作完全不一样哎，应该是不会被骗才对。国江爷爷防守不行哎，我靠！干他怎么不对位呀，老哥？很小啊！完了，要输这个果酱爷爷2次了嘛？开始坎坷。那是不可能呢、啊。他拿的角色都是比较没帮助的，然后他又角色池又少。他的三井没有能量的，就是他代表他平常都是打单核级三之类的。进了，shit，他没有盖到。他那个动作其实没必要，就是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级三都喜欢做那个动作。你是工具位，你在那边接球突破带进来有什么作用？我不太懂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哪里，但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做，就是你直接传就好啦。讲一句实在话，你在里面突破没有什么意义啊，你有光你就开着光，然后准备接反跑就好了。哇靠，好准！抓到节奏了吗？这边力挽狂澜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我操，连进！
开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开个人表演吗？因为我要补扣，我要打补扣跟补篮这件事情。感觉被顶穿，不会啊，我五颗板的呢。猜到喽！猜到就下课喽。干，我觉得刚刚那场没赢，好可惜哦。哪面打哟？刚刚那场没赢，真的很可惜。刚刚那场有点太得意了，得意到输掉，操！差几颗？刚刚输了一场，应该还是42吧？啊！哇操！这板还是我的。28分，6颗篮板，2颗火锅。哇靠！这板是可以这样抢的吗？我的位置都超……哇看，干传流的板这么凶哦！这几颗板不科学，我位置都很差哎。那个底线他们三个站着，然后被我冲进去抢走。哇干这个板，这个板哎干，顶吧，多顶一点。这个板，我看，干好帅哦！我不得不说，传流开篮板套来玩这个真的是很屌，很帅啊，爽感100%。其他人板真的有300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干这个这场篮板是可以这样抓的吗？真的很扯哎。真的很扯，干！我以为这颗又要有机会了啊！被干到了，干这样板很凶哎，这样传流的板真的是不科学。射吧，射吧，射吧！啊，进了！我要叫三井顶的，我要补扣的，390的潜能，对啊，390啊。等一下看一下其他人的篮板有没有40好，哎、欸，干这张板真的很不科学，有好几个位置都是就是其他人应该拿得到的被我拿走。34分9颗篮板球、欸，哎，我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